全军出击。没关系啊，主播是 EZ 直接打回来，本来是很爆炸，但是呢打回来了啊，全凭技术。严了，这车不吃都要 A 过来 A 你了。真的，这眼你要排，我直接过来打你的，套车我都不要了。超级超级 easy， 二杠零被单杀了，这可比标价直接十倍可值，真棒！你可以把账单寄给我叔叔的博物馆。哎呀，我有点想到了，只能说有一点点想到了，可能在的，还溢出来了，没溢出来要掉好多血量。格温在下吗？对啊，格温在上死了一下是吧？那我下路无所谓，他认不了我。不会要我出冰拳吧？哎，但这把确实能出冰拳，不是冰拳，冰心，这把倒能出冰心啊。
他格温还真不一定好摸到我。只能够等着你呢，兄弟。对啊，就等着他一闪啊，就来喽。坏了，交易就死了。这还好，还好他劫这个 EQ 出的比较快，不然的话已经死就死了。嗯，交完 E 就得死。前几天那个号，昨天好像昨天那个因为掉线的原因被封了几天，被封号了，我操。嗯，昨天因为掉线的原因连不上去，然后好像被队友举报了。然后那个号分了几天，我暂时打不了了。再刷一波。他格温在下半也去的，格温在下半也去，然后这边一点事也都没有，别搞就行了。就稳一点，别给机会吧，毕竟是个大赏金。金圈就直接出金圈的小剑没问题，打不过他知道输啊，那就没问题啊。虽然出第一剑出金圈没什么伤害吧，但现在这个阵容现在不需要他打伤害，只需要他稳住不死就行了。
两条小龙王，很难想象我们是优势，但是他们有两条小龙。哎，对吧？又都不跑出点。只能说砖漏炮车，这个版本青钢影很猛啊！青钢影跟武器好像上路巨猛。OK， 那就我点，当仁不让。这么大优势没有不开心啊，这么大优势很少见吧，万一现在万一这些能打这种对局挺少见的。